好了，马上我们的东风三缺一了哈，今天是三后一王啊，不知道是一直叫三娘还是三娘教子。我们上一集就三娘教子，有一个妈妈60岁生她，就要叫家宝，对不对？上一集啊，你看看。 60岁生他真不简单了，所以是家宝来，家宝一来就挂了，风就淘汰了，拜不复活也没打上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就阴气太旺，好不好？那你今天阳气盛一点，好，来，志力，来今天挑战第三次哦，来开门，好，15，来看四家的牌，林志力的牌，江江，几扣的牌，子墨，严厉婷的牌。 卡，加油！我们要出赛。9条，9条，碰！碰好！牌一道先拿进来哈，吃碰牌。好。北风，大饼。碰。北风。大饼。对。 2条，嗯，不枉这来赔的，10条，9万，10万，先拿进来，不要急啊，不花，哎呦，6朵花了，哇，3万，有没有花杠？没有，现在各3张。 梅兰菊竹，春夏秋冬。2条，杠一个，绝子绝孙，西风。 9套，9饼，10万，1条，4条，3万。 走，这牌你是不能打，他你就是不会打牌，来牌倒下来。9万杠掉，人家7、8万都没有出来，这牌一定会有人对的，抓一对的，所以要留着在。所以不能打，不是留着。而且你这牌根本就寡妇死儿子，没指望了。对啊。对啊，对，你要为什么打西风发财安葬安葬啊？对不对？你有事要先走是吧？好，这边还好哦。 放了一个屁股，还好，500分而已。还好啦。东风三缺第二把，来，几扣庄家？8点，把它看4家的牌。几扣的牌？子墨。林丽婷。我睡醒了。卡卡。顺顺。林志力。顺顺。好，来，出赛，叫顺顺啊。东风。对哦。对。 南风，东风，补花，西风，中，哦，发财，南风，10万。 9条，1饼，碰，2万，五花，9饼，红中。
五笔，西风。嗯。为什么要加？标笔。二条。五万。 八笔，一个，两，五条，西方，有啊。 九桶，哎呦，还有这一挂，还有绝八饼在你手上，对呀，哇，三饼，有啊，一两，七桶，八三。 一两，三饼，发财，三万，六万。 摸的，五条，北风，这时候打北风，二筒。 南风，阿仔，北风，怎么？有，来排倒下来，六九条吗？三六九，三六九，哇，漂亮！你看，北风还有他当将，要不然的话就放炮了，不然不换了，是不是？好，一花四摸，啊。 两台的三台，好，东山轩第三把，来，例行庄家。来八点，来看四下的牌。我们看严丽婷的牌，卡卡的牌，林志丽的牌，我选几扣的牌。什么？来出赛。一万。 西风，西风，红中，嗯嗯嗯。 七饼，还是碰？来了来了来了！九饼，对啊，这个一定来了。吃下来，这五七饼碰来一定有挂。八，一桶，五桶，绝招五饼，西风。 还有这一招，八筒。
一条。六万。不好打了。几颗？应该安全吧？右边。痛。痛吗？三万。六笔绝杀。跟着打，三万。就是你，一个三张一万，三张的箱子，六万。小鸟，车子真的在等我了。还有一把，还有一把，九遍，现在第三把而已。就是你，三条，碰。八万，小鸟，八万，我有可能，二万，碰，没人碰，没人嘛，哇塞，碰碰福，四万，那真的是碰。怎么还有这种东西？白皮，什么？哇塞！厉害了，卡章，卡章啊！卡章哎，对啊，因为我刚刚摸的，他这边一对了。那你八条被他拿走，我是忙什么？他还在忙。他本来两张，刚刚你摸一万的时候，他下一张摸八条，你有看到？看到那一张，我心碎。心碎啊！又自摸，独听自摸啊，双四花，四台。好，东风三圈的最后一把，报告我们四家的积分。好，林智力是一万分，几扣是三千八，严丽婷是两千八，加油。好，卡卡三千四。啊，你们这差六百，啊，两千八，你跟他差六百。对，我要赢一次的。你要糊他就好了。哦，糊他就好。你糊他应该也可以，差一千而已啦。糊他这两家，你不能糊他了，他那么多分。哦。他分数已经一万了，因为他们两个跟你最接近，那你要扣他们下来的话，你还有机会反败为胜。来，卡卡庄家。那如果他放枪，我他随便打了。好，来看四家的牌。卡卡，林智力，江江，迪科，子博，严丽婷，快乐，出赛，九万，加油了，严丽婷啊！好，这一把啦，发财，发财，要不然就是卡卡放一个屁股，那你们刚好都同分，同时晋级。哦，哎，也不错，对，也是个办法了。自己没能力，靠别人出事。三万，碰。五万。哎，智力，你这个手气要是到决战北风北多好。真的，我在牌桌上打手气都很好，碰到你我就碰到我就挂。对。你要这样，可能是我上辈子的情人。哎，糟糕！对，突然告白，对，这样子表情，我是要打哪一支？哎，四万，七个，三条，三条吃，哎，卡三条，四条，怎么这么好？有的吃，有的碰。还有的摸，对，一个饼，碰一个，哇塞，三条，你猜三条对，你看到没有？谢谢你，北风，西风，这个苦我也是碰。哥，
比。北风。二糖。服了。真漂亮，他的牌太美了。来，牌倒下来。我也听了。卡六比，对，卡六比，二五比很漂亮，哎，那么巧，那么巧，对，他就是打个一边，马上碰，马上听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个是庄家台而已，但是他太有钱了，不怕，那你刚刚就落后600，你是来这个？我车还在等，车还在等，好不好？都没有熄火那车，好了，所以严丽婷东风淘汰。挑战吧大神有 YouTube 频道了，请搜寻东风卫视或者扫描下方的 QR Code， 也可以按下我们的订阅钮或者是开启我们的小铃铛，就能收到最新最快的节目内容，而且还有网络独享的影片哦，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。受欢迎的命理大师现在都在命运好好玩开运服务，包含神准算命、开运商品、开运秘法，请上网搜寻命运好好玩。